哎，下午好，不好意思啊，当你休息的时间，因为这个蛮，因为我刚刚在里面其实想说，这个咖啡哈，一直想要把它喝完，你知道，因为太舒服，坐在那边。难得可以开场的时候是翘脚，然后就坐得很舒服，这样子开场。对，好，大家应该对吉祥不陌生，他就是在我们高雄服饰商旅大顺展示中心这边服务的吴景祥，那可以叫他阿祥哈、也算是服饰商旅的职人了啦。因为在这边服务也很久了。就从技师开始啊，那当然对车的这个性能上呢、还是结构上会比较了解的部分。好，对，了解。那刚刚其实我们这个配置可以请阿祥帮我们介绍一下嘛，就是说我刚刚这样子的配置是配置。是Freestyle 这个车型其中一种后座变化，对不对？没有错，因为它其实是从 Multi-Man 这个车型衍生出来的。那它的座椅变化，基本上它是一个七人座的大型的箱型 MPV 的部分啊。那它这个收纳呢，还有它这个座椅，它变化非常非常的多。那其实它是就是一台 Multi-Man， 也是一台露营车的部分。所以给它一个 Freestyle 这个车型的命名，其实也是一种对于开车生活态度的一种。象征哈，对啊，因为其实现在人在都市上班非常的忙碌啦。那可能说，可能有时候会有人跟我一样说走就走。那说走就走的时候，那可能就是，我可能想去一个合欢山赏个雪。对，那我可能想说我要住哪里，我又不方便，那我可能我就可以睡在车上。对，而且像我讲了，七人座就可以载着比较多人一起去跟我赏这个雪的部分。而且呢，刚刚镜头这样带进去里面，刚刚其实它的室内灯哈，就我那时候觉得这个室内灯好像一般灯泡。好像不会怎么样吸引人注意，但是我发现哈、其实这个室内灯这种灯光哦，真的是我们这样的配置有没有？你桌上摆一杯咖啡，然后又摆一本时尚杂志哦，还是生活的杂志，你会觉得哇，这真的是灯光美，气氛佳。当然你不注意，还以为你在哪个咖啡厅，对不对？所以才说很舒服啊。对，所以刚才才说是打扰到你的下午休闲时间。哎呀，我说下午茶时间。对啊，所以比较不好意思，但是您搭配周章来观赏我这台车后，就是一个生活不一样的一个技能，一种享受。对。对啊。好，那等一下是不是还有其他种变化，对不对？对啊，那可能会暂时会先帮各位做一个空间的变化，那可能会麻烦绿可哥帮我做一个前方的一个介绍。好 ，OK。做一个算变化的部分。好，阿祥就帮我们先做一些变化，我就先带大家来看一下那个 Freestyle 它的一个车型外观，还有前座内装的部分。好，那这边就麻烦您了。好 ，OK。好，那先镜头呢，先短暂的来跟着我 ，Follow me。我们来看一下新世代 Freestyle 它的设定，你可以看出来它就是一部 T6 的一个车型，对不对？好，然后当然它的一些外观上面，你会觉得它会把一些精致一些的质感导入在这个车型之上，比如说像有一些镀铬的饰条，然后它的镀铬饰条是延伸到整个大灯里面的，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一个豪华的质感就是这样子来进行一个呈现。你不会觉得它太夸张，但其实它的细节方面呢，你会觉得原厂其实都有一一的在细节方面多加的一个琢磨。那再来呢，我们看完外观，大致上的外观，其实里面我真的觉得今天这台 Freestyle 它的里面它的实用性的它的变化度跟丰富度呢，才是真正走进服饰商旅展间的消费者会注重的地方，也是打中他们心中的点的地方啊。好，当然这个整个内装的界面呢，还是一样好有一贯的商旅的一个特色。你现在看一下，不好意思，这个姿势可能有点难看，但是我必须要跟大家介绍一下，是这个门槛的地方。你看它是不是有 Multi-Man？ 然后它这边还有一个所谓的一个氛围灯，所以你要上下车的时候我觉得这个东西设计的非常贴心。好，虽然说我现在的姿势是比较不好看的，但是呢，等一下呢，我们再跟大家介绍后面座椅的这个变化哈。所以这个灯呢，你看。虽然说是卤素灯，但是我觉得搭配它整个功能性座椅的配置之后啊，真的是很容易让人家觉得灯光美、气氛佳的一种车室氛围，我觉得非常棒。讲到车室氛围，我们还是要讲到前座的整个铺陈上面。你看它从这边前面的饰板这边是金属饰板，对不对？然后连这个收纳的这个地方呢，其实它也是用钢琴烤漆的界面，可以用深灰色的，会让整个质感跟豪华度再度的一个提升哈。当然，所有的豪华配备也是有的，舒适型配备，比如说它的一个恒温的一个空调界面也都在这边。好，我先看一下它的一个
好。哎呦，不小心拨到了啊。好，但它的中控的一个整个这个所谓的影音娱乐的系统呢，也是多功能的，包含了什么？包含你想要用所谓的 APP 的智慧型连接也是有的。然后我现在先把它打开。好，它的也是整个都是新的一个触控型的一个界面，包含啊，media， 然后电话型的电话连接，然后所谓的 FM， 然后 APP 的连接，包含了 Android Auto、Apple CarPlay， 这些都是可以在这个主机上面来进行实现。因为现在的智慧型手机非常普遍，对不对？其实我那时候试车的时候，我忽略了一件事情，就是说我找不到这整个那个 USB 的那个连接孔在哪里。不在扶手这里，哦，也不在这里，结果是在哪里呢？有玄机的，好不好？你要把前面这个置物盒给打开，上方这个置物盒给打开之后呢，还在这里，有没有看到？没有，还有 AUS in 的，还有 USB 的，所以你只要把连接器接进去之后呢，它就会可以联动你的智慧型手机的一个联网的连线的一个功能的哈。好，当然它的整个超价的界面呢，我觉得还是非常的旧手的。比如说它的排档杆，它是坐在比较靠近驾驶者这一边的，那也是所谓 DSG 的一个变速箱。好，它的整个动力反应柴油2.0的柴油动力呢，也是非常的充沛的。整个界面呢，你如果是欧系车的车主，甚至是福斯体系的整个福斯集团的车主们，你绝对不会对这一个内装感到陌生，所以你会让整个驾驶的一个界面上面会显得更加亲民，比较旧手一点，好，这是整个内装的一个配置，很容易的就上手。你会知道说，大灯就是在我们的左手边，驾驶座左手边左下方这边就是大灯，一些操控的界面呢都是触手可及之处，也没有太多复杂的功能。那当然它就是要让你开车开得舒服之外，你的家人也可以坐得很舒服很舒适。好，那我们停坐介绍差不多。刚刚其实我们还有在整个内装方面啊，还有主被动安全方面，我们也都介绍了大致上 run 过一次。好，那它的整个圈胎的配置呢，也是属于舒适型的一个导向。不管当然我们整个福斯上流车系，基本上你在行驶的时候呢，它的一个宁静度跟安静度还有稳定度绝对是非常足够的。好，阿翔已经帮我们把后座已经变化完毕了，对不对？好，对啊，这个地方刚才上了一点时间，不好意思。没关系、啊、这个是，那这个就是这个模式是属于什么样的一个功能的一个取向？其实，在福斯商旅，大家一定会认识，当然是金龟车 Golf。那还有一个很重要的车系叫做 California。California。对，那 California 可能他们入手价可能偏高一些，而且它的目前承载只有4人。哦，4人。对，那现在的话就是用这一款车，它兼具了一个露营车的功能。哎呦，现在是整个平整化了。对，平整化，所以说它这个部分刚才花了一点时间，我们作为一个调配的部分。哦。对，它除了载人，我们还可以做一个算休息的部分。这样子，我看看这整个空间，因为它本本的车身尺码就不小。对，所以它整个打平之后，这空间非常大，非常的宽敞。嗯，基本上想要睡两大一小，家庭是没问题的，没问题，对不对？嗯。那其实刚刚我们看到它立起来的地方，就是你可以当做休息，然后又有一个餐桌可以使用，对不对？那如果你想要办公的话呢，或者是商务需求使用的时候，你可能会觉得你想要有另外一种选择。嗯。刚好旁边车型是这个是我们 Martin Run 的原生的部分啊，那这一次当然是不太正式啊，风行大学这一次刚好指定用车就是这一台。嗯，对，它一个漂亮的木质轮地板，当然这个是比较最实的部分，但是它的空间运用上就是同身车，所以说它一定会有一个对向座位啦，或顺向，甚至它是一张床的部分。對對對，然后而且它还是皮椅的，对，它设定啊，双色皮椅的设定，哎，也是纳帕的，对，纳帕的。所以它这个，因为它的设定比较取向不一样，它是属于比较高阶的一个商务需求。对，那这就是属于比较走入家庭的一个实用的需求。对，高阶商务家庭使用，家庭使用的话呢，它就可以用这样子的一个
平整化的一个后座的运动空间。其实现在哦，商务车它不叫商务车，叫商务车，它商旅车，它其实是已经走入家庭了。那其实目前各个算旅游也蛮盛行的，因为最近大家也知道说武汉肺炎我们这个病毒的部分，那可能稍往国外走了。那我们可能就国内其实很多地方是蛮漂亮的。对对对，像最近我在 focus 这个我们的水塘啊，这次跑到垦丁去住玩了三天呐、对啊，那如果说刚好我们也是有这个需求，其实开这台车去垦丁三天，我是觉得蛮恰当的，蛮恰当的。对啊，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应该不是活动，标配我们公司把冰箱，这个一个行动冰箱变成是标配哦。标配。对啊。说到这个哈，因为大家现在其实有时候想要外出。旅游，你一定要先找到饭店，你才好去做一个两天一夜的轻旅行也好。对。可是如果你今天你有了一台 freestyle， 你想要真的想要当我们景祥有讲说，想要出门两天一夜，你真的是说走就走，没有错。你不用再去烦恼说啊，我的饭店没有订好，我要住哪里？不用，你就车上就 OK 了。而且一开始我讲的追雪的部分，附近真的没有饭店可以住啊。那你要怎么上？有些地方就是它的风景很漂亮，可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，你也没办法，对不对？这时候你有一台 freestyle， 就真的非常方便。没有错。当然，其实它不只有车内而已哦，它其实后面其实机能也非常非常棒。就比如说我们现在后面可以看到的是，它只要把后行李箱这个尾门后尾门给打开之后呢。它的这个就有一个，这个算是车尾帐。车尾帐，对，车尾帐就是有点像是我们那种，两房一厅那种概念，客厅帐，客厅帐的概念，客厅帐的概念，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这样的设计，对，这个也是标配，这是标配啊，因为标配啊，不是商旅它在做这个部分，其实它蛮用心的，其实它整个密合度都是非常高，而且这个是防水的，防水布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是防水布，对。对啊，那基本上我会从里面去做一个介绍。好。OK， 大家请进，不要客气，当自己家。好，当自己家。好，对对对。对啊，刚才有提到嘛，那这一次的标配的部分有一个32公升的冰箱。这冰箱。对，它不止冰箱，它其实还有暖，就是算保暖作用哦。哦，保冷又保暖的作用。它是冷热冰箱。冷热冰箱，而且我知道它是不是，其实它是有插座的插电的，对，因为各大露营车其实这种冰箱都是真的有电，它不是保温而已，是保温而已，它真的有电，它是制冷，它真的会制冷的部分。哦，了解了解了解。对啊，所以说这个部分，那这样说我们后面整个平整化，那刚才有提到这个我们后门帐的部分，对，其实它的配件还有其他的，因为它有配合我们就是周边的这个晚安套件。哦，晚安套件，对，那就是它会把你的窗户都可以遮起来，有点像我们的窗帘的意思那种感觉。车用窗帘呢，就是这次的 freestyle 它的晚安套件。对，那再来是说，虽然它是一个车尾帐，但是它保留一个 shower 的一个概念，因为它其实内部还有一个内帘。还有个内帘了。对，那当然，如果说刚好要做一个简单的充裕的时候，这边是可以都可以放下来。可以放下来，这边也可以啦。当然，那当然也有这是开口的部分。开口的部分。对，那它其实就算收纳，它其实也是不会到占各位太大的空间。其实收纳就一个收纳袋。对，这个收纳袋就是蛮小，你可以把这个帐我现在这外面这么大的一个帐，收起来就在这里而已就是这么小。对，它就是这么小而已。收纳袋而已。对对对对，这我收过，蛮好折的，因为它这个其实还蛮坚固的，然后是防水的。对，那其实绿哥他上周有试驾过了，那可能时间可能没有那么充裕，不然我猜绿哥可能出去整个礼拜都不用回来了。不用回来，不用回来，在车上办公就好。刚刚那办公桌多舒服啊！对啊，所以比办公室还舒服了。所以可能要补一台行政用车了。行政用车，行政用车，公司用车。对啊，对啊，所以是可以去做一个露营的规划。对对，这个东西是这样，也是可以拆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是活动式的，活动式的，活动式。我刚刚看到这边还有个桌子，这个桌子是，它是一个方便我们使用的一个算也可以搬下来的一个平台啦。可以搬下来的平台。对，福斯商旅它其实保留了商务车的特性。我们车内的任何的椅子以及说这种在地上的东西，它是不用工具就可以徒手拆卸的东西。不用工具。徒手拆卸，来，我们现在画面上可以稍微近一点的话呢，基本上它这个桌子下面呢，它有个旋钮，旋钮，对，那旋钮再做一个放松跟
折开的部分，它就整个就可以拿起来了。对，因为它为了安全，它是目前是固定在轨道上面。目前是固定在轨道上面的。对，它两侧呢都有旋钮，两侧那个脚柱的中间部分都有旋钮，黑色的那个地方。那当然是建议两个大男生搬的，有点重。我之前搬过腰就不小心闪到了。哦，真的真的，男生搬没关系啊，像家庭族群而言的，家里的爸爸就是司机嘛，对啊，一间那个工具人嘛，就像我一样，对，基本上就是他们就是做好，家里人就做好的，那有一些出动的活呢，就交给驾驶，叫爸爸们来 ，OK 的 ，OK 的。那其实很多车主都会纳闷说，车上怎么好像有一些隐藏的一个功能？其实不是，商旅这一次把我们的这个算遮阳帘，这边它是直接做一个说是隐藏的部分。哦，遮阳帘。对，但是所以遮阳帘是两边都有，对不对？就是我们后侧的门全部都有。哦，后侧的门都有。哦、对，双侧后侧的门都有。那因为他可能会觉得它是一个网状的、但是其实我自己实测过，它的这个隔热效果不比我们贴隔热纸还差哦。哦，了解。他设计蛮用心的，那可能还有另外车主说，刚才我们的桌子哪里去了？对，我们桌子哪里去了？桌子哪里去了？对，我们没有藏起来，因为福斯他就是运用他的一个收纳空间。那他收纳空间在我们的侧门内部。哦，侧门内部。对，那等一下可能如果有画面啊，或者说日后我们再补画面，再补画面，再带一个给你看。因为他从内侧比较，目前可能比较不容易看。所以我觉得他那个刚刚那个餐桌，他的一个收纳啊，是真的。很就是利用空间，我觉得很利用空间。对啊，對，那在座椅的下方，它会有一些小小的抽屉，对，它可以收纳一些，比如说真的有露营的话，一些简单的露营器材、衣服、棉被的部分。哦，对对对，你要是一些鞋子啊，还是盥洗用具，都可以放在那个盒子里面，没有收纳的盒子里面。好 ，OK， 那我们后面也看差不多了。那其实因为这个车我有提过，它其实是一台摩天面的部分。那其实很多的。车子啊，高级车有一个很贴心的设计，叫做我们的自吸功能。哎呦，自吸功能。对，因为以前我可能在修车时期，我只有看过大吸系列跟冰室有这个功能，对不对？那其实我们这个还是保留的自吸功能，它是被吸进去的。吸进去。好，我再示范一次。你只要这样稍微轻轻的给它合上。有没有吸进去了？吸进去了。对，这个我会特别介绍，因为他会觉得说，我们福斯会说，让这台车它的一般人认为的摩天面的价值很降低，其实它没有，它只是应用在不同的地方。那这些功能，我相信目前国内很多的厢型 MPV 应该都还是买配这个东西。买配这个东西。对啊，自动门一定当然是有其他车，福斯其他车款一定是有，但是自吸功能，我相信在没有自动门的车款，应该是目前还是没看到的。哦，了解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好，那再看看有没有人知道，其实有蛮多朋友他们就正在看，因为现在这个时间哈，就刚好可能大家上班时间，刚好上班时间。对，但是其实大家如果想要看福斯商旅的话，你觉得除了网络上做功课之外呢，你想要有这样子的多功能的一台商旅车，商旅车，对，算是家庭的一个商旅车，我觉得非常的实用，因为有时候你可能是自己做个小生意，你可能需要载货空间还是什么的话，你就需要这么大的一台车，那它就是可以做一个这样子折叠的变化呢，除了可以让你有一种两房不天的感觉之外呢，你在平躺化平整化的底盘之后呢，平整化的后座，你也可以放很多东西，没有错，东西就是非常方便的。好，最后我们再请景祥再跟观众朋友再自我介绍一次。各位朋友大家好，我是福斯商旅大顺太古德这边大顺的销售专员，我叫吴景祥。那当然是从维修出身的，那其他车辆的问题基本上会跟大家做个分享。对。有其他的问题呢，欢迎在高雄地区的朋友可以来到大顺这个福斯商旅展示中心找阿翔，阿翔都会非常竭诚的、专业的解答各位的问题，也随时的欢迎大家有问题都可以私讯他，或打电话给他，或者传讯息给我们，我 pass 给他都 OK 的，好不好？好，那我们过程序就下次再见了，拜拜，拜。